其实我6点多就起来的，但是这些小孩7点钟才起来。要把这个。妈妈。吃完了没有？吃早餐啦、啊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没有。把早餐吃了，我要出门啦、啊。要出门啥呀？吃不下。我还要。出了出门了。我的碗不会打乱了，但是我的这么脆声音。姐，把那里面拿一包，高快点嘛，认真点嘛，你们。那里面拿包湿纸巾出来，这样子干什么？王以晨，你们两个吃饭的时候干什么呀？啊？出门没有？检查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今天做了那个什么共审，
这个呢也说了一个肺功能的，肺功能就正常了。因为上次也说了一个，他今天另外开了另外一个，这个更贵一点。然后又说了一个微信，白大哥问我收没有收烟，我说没有。然后这里就是很多种，就是气管炎。这个不是医生就不会看。这个的话，刚才给白大哥看的时候，就是严重肺炎，开了十天的药，因为我带着孩子没有办法出院的，所以呢我就开了十天的药。但是今天早上特别意外，真的就是早上接到电话，我外婆快不行了，我拿了药之后上午就赶回广西去，走吧。因为赶着回去，因为又害怕这些东西死了，然后就把它营养凝结。我们马上收拾东西回广西去了，因为表弟说的外婆有点恼火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四哥也从家里面赶上来，一次吃一片，吃了药，就可以了。这个要吃多少？会把这个放过来，这个它上面写的有的，它上面肯定有的。先数一数。你看呢？看它写的有的。在这里。一次吃几片？每次两片。我这里有的，我看了的。现在我小妹还有阿乐，他们都已经赶过来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，走，东西也装好了，走，顺顺利利的。好的，走吧。